提起温碧霞，大家都会想到妲己这个角色。当时温碧霞出演《封神榜》，时才20岁，正值大好年华。她这个版本的妲己给几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她完全演出了妲己那种倾国倾城、颠倒众生的模样。3月23日，温碧霞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两套截然不同风格的写真照。第一套造型是酷炫街头风，绿色外套搭配灰色露脐背心，头顶闪片贝雷帽搭配夸张墨镜，风格十分大胆。另一套红色高开叉裙造型则是魅惑妩媚风，带着巨型毛绒尾巴扮狐狸。55岁的温碧霞露出香肩，大秀优越天鹅颈和精致锁骨，她身材前凸后翘，曲线火辣，性格窈窕，丝毫不输二十几岁的年轻少女。最近温碧霞在社交平台晒出居家隔离的日常视频，引发网友热议。在视频中可以看出，温碧霞居住的豪宅很大，甚至还有一间专门摆有乒乓球拍的屋子，装修非常的奢华，但是又不失温馨，每一样器皿仿佛都经过精心的挑选，看上去价值不菲。